今天约他出去，没想到半路下起了大雨。别等了，咋躲？这雨太大了。哎，拿这个。不，这个咋劈啊？没法弄。能劈，我给你，我来。我过去，气人的！你在这，我在这。不是，这怎么弄啊？绝对行，别等了。不是你转过去，我转过去，而且演示演示吧。你转吧，你骑车你。不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呢？然后咋？然后你说话，然后。就走了。爸，我给你打着，我在这儿，我给你撑着，我过去还有点空。我走吧。能行。我给你个带了吧。走。。我不行，找一定要挡雨，我的挡雨遮雨。那个冷吗？你把这个披了。那咱俩一块披吧。啊，咱俩一块儿劈。你进来。我不好进啊，太小了。你挤挤不就行了？拉不挤了。那个，我要是有辆车，就不会让你越。干嘛啊？突然这么伤感？你要是有车的话，你可以坐在车里了。你看，人都不会淋的。主要是我是一台小破电车。那本来今天也是我叫你出来的呀，淋雨也是我害的，谁知道突然就下这么大的雨啊！对不起啊，不让你淋雨了。这会让我们关系更进一步。啊？啥？走吧。啊？不是啥呀？我们直接一起走吧。不，这下雨了。哎，没事，来吧。哎我，哎呀我这，咱们